啊，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应顺导师《妙缘经》里面的《般若经》讲记啊。那么在第65页，具菩萨为证啊，因为我们现在在解释的是明心菩提，所以明心菩提等于是透过发心菩提，然后行般若道啊。因为透过般若道而福心啊，那么也等于说是透过福心的修行实践。然后才能达于明心菩提啊，那达于明心菩提呢？这个也都是超凡入圣啊的一个必经的道路啊，所以呢，圣贤为同证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举如来为证啊，举声闻为证啊，那么我们现在举菩萨为证啊，举菩萨为证，所以呢，会有证说啊。那因为如果举菩萨为证来讲的话呢，啊，那么在证说里头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得无生忍，啊，等于是，如果是比较严格的，我们说高标准，是不是要定在七地圆满、八地啊的开始啊？那么就是得无生法忍嘛，啊，那这个当然比较高标准的要求，那么后面的方便道，啊，后面的方便道也就是要做的是什么？眼吐熟生。对不对？眼吐熟生哈，并且也透过这样子而来成就我们的什么法性身啊，所以分成这三个部分。好，那我们来看65页啊，得无生忍哈。佛陀告诉须菩提说：“于意云何啊？”因为我们说这个般若哈，他不断的用否定式的符号，而且不断的用疑问句，是不是啊？不同于我们平常啊，平常我们比较用什么在解释法相。啊，那么也比较用肯定式的方式，对不对？啊，所以呢，讲到这个地方，哈，佛陀也是不断的在启发着我们，哈，也在希望我们能够去深深的思考，啊，因为这个真的是要透过这个思索成慧了，啊，已经不只是闻所成慧，啊，尤其这种比较甚深的法义来说的话，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过程当中，哈，不断的出现于意云何，啊，有没有什么样的意见呢？哈。那么，如来习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否？啊，那么须菩提就回答：不也，世尊。如来在燃灯佛所呢，于法实无所得。啊，那么也就是说，在释迦牟尼佛成佛之前，啊，那么当他在行菩萨道，因为所有成佛者是不是都要透过菩萨道啊？啊，那么。我们说，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在得无生法忍的当下，那么能够蒙佛受记，蒙佛受记啊，那么也表示所谓的得无生法忍哈，能够等于是在无生法忍的这个位上来说的话，啊，那么也等于是解决了什么具生我执嘛。对不对？因为具生我执的杂染呢，都已经消除了，所以呢，也脱离了什么分段生死身，剩下的是不是就是最后的一大奥僧祇劫，叫菩萨摩诃萨？啊，那菩萨摩诃萨呢，因为随处祈求随处现，啊，已经非常的自在无碍，因为已经透过八地呢，叫做无功用地了嘛，对不对？所以最后这一大厄僧祇劫，其实也不过就是将地包拉也是里面杂染的种子能够出清完毕。所以呢，他这个势在就是水到渠成，将来必定成佛。啊，所以呢，一旦有佛陀啊，有另外一个佛陀来受记啊，这位菩萨说你将来必定成佛，表示这位菩萨已经能够圆满了二大奥僧祇劫的意思啊。好，那么释迦牟尼佛其实在过去修菩萨行的时候，这里也讲到是第二大奥僧祇劫圆满，有没有？啊，他曾经在雪山修学哈，等他修学完毕，他就离开了雪山啊。那么他身上呢，所有的就是500金钱，那么想要去报答老师啊。但是他当他下山的时候啊，看到这个市中心呢，啊，非常的这个整饬。啊，整饬市容啊，而且呢，把整个街道都扫得非常的干净啊。那么问路人说：“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啊，原来呢，其实就是要怎样欢迎燃灯佛来的啊。那么他一听到哦，有燃灯佛来到这里，那是非常的难得可贵的啊，所以他就不愿意失去这样的机会，把所有的钱五百
金钱买了五朵莲啊，金色莲花，啊，而且呢，听说卖金色莲花的这个女子呢，还提出了一个条件，啊，要娶我500世为妻，啊，哇！但是呢，她一心一意只想怎样供养佛陀，所以什么条件她全部答应。为什么能够这样子毫不考虑？我们为什么会考虑？是不是为我考虑？啊，为自我来考虑啊！如果我们有具生我执，我们一定会考虑自我，啊，尤其我们第七意识的杂染，啊，是其实是随时都会涌现的，啊，我们常讲说，如果人家问我们说你，下礼拜天有没有空，我们马上说啊做什么事情再来说有空跟没空，很少说完全啊我有空啊要做什么，哎，大概先问有什么事啊。不想去我就说没空啊，想去也觉得这个我有兴趣我就说有空啊，当然不一定是一定有空去了哈，但是起码是不是往往我们会考虑自我，比较考虑自我啊。我常讲说哎，听到旁边小孩子哭一马上想哎，是不是我的小孩，不是就无所谓，是就赶快跑出去，是不是，哎，我们马上，其实这种是习性啊，是习性。那除非呢，所以我们说在行菩萨道的过程，其实是不是就在对治我们这样的习性啊，透过第六意识来教导我们的第七意识的这种具生我执嘛。啊，所以呢，当这个二大二生期间满的时候，之所以会满，是因为第七意识的那个具生我执已经完全消失了作用，已经转染成净了哈，已经转染成净，所以任何的事情都不会有自我的考虑。啊，所以呢，纵然他提出啊500世娶她为妻，其实他也同意，啊，然后把所有的一切财产都全部捐出去，就是为了买5朵金色莲花来供养佛陀，啊，所以在这个佛陀进城的这个过程啊的这个必经的道路上，有一个什么，有一洼污水，啊，那么佛陀的脚即将要踩到那洼污水，他看到非常的不忍心，因为那个是很脏的水。于是他赶快跪下去，把他的头发就铺在那个污水里头，让佛陀是踏过他的什么头发而过去，啊，所以这个燃灯佛一看，啊，已经知道这个人已经修到怎样，已经到无生法忍位上了，因为完全没有自我，我们把我们自己最尊贵的头，我们愿不愿如此啊？尤其自己的头发那么脏的水，我们都不忍心佛陀的脚踩过去，我们却又愿意用我们的头发。为他扑过去，对吧？这个是不是完全没有自我的执着才做得到啊？不然我们是不是会考虑一下，啊，会犹豫一下，啊？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啊，那么燃灯佛一看，啊，马上知道其实这个已经七地的圆满，将来势必成佛，所以就蒙佛受记，燃灯佛就为释迦牟尼菩萨，当时我是不是菩萨果位啊？啊，为他来受记啊，那么这种受记呢，就等于说告诉他啊，你将来必定成佛，而且在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佛号都可以预先知道啊。那所以呢，我们说菩萨啊，菩萨呢，如果来到了所谓的无生法忍位上啊，七地的圆满必然有佛陀啊来为他受记啊。所以呢，佛陀就问。啊，须菩提说，那么如来习在燃灯佛所，于法有所得否啊？我们会想，我们会觉得说，哎，蒙佛受记好像是在传什么秘法，啊，是不是有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传给他？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去想这种东西？啊，好像有一个固定不变的什么东西，啊，好像对法呢应该是有所得。我们平常说，既然传法，我们去接法，好像是有法的，是不是？啊，那尤其呢，我们会觉得那个一定是一个很神秘的啊，很奇怪的啊的一种特殊的这种情况啊，所以呢，佛陀就问他说啊，你认为那么于法有所得否啊？啊，那么须菩提长者就讲，不也，世尊啊，如来啊在燃灯佛所呢，于法实无所得，有没有所得的现象啊？有没有那个现象？有没有蒙佛受记的？就说，燃灯佛为释迦菩萨受记的现象，有。那到底有没有传什么东西给他？
那倒不一定啊。往往其实光是口上嘴巴上面的讲也是哦，等于是预估他的未来必然成佛。这个就很像我们说，证出果的时候，是不是将来必定会证到四果啊？水到渠成，啊，水到渠成。那么如果修到七地圆满，也必然成佛，势如破竹，因为已经没有任何障碍了嘛。我们最大的障碍在我们的什么？具身我执上，我执，啊，具身我执，尤其具身我执。啊，我们的那种习气，那是无始劫以来的。既然具身我执都能够解决的话，当然分别的这种还更粗浅的哈，剩下就是具身法执的问题。具身法执只要能够把杂染的种子出清去出去就好了，啊，所以呢，它是必然会成佛的哈，啊。所以，须菩提啊就回答说：于法实无所得嘛，加一个实无所得。啊，当然有时候不一定讲实无所得，无所得可以不可以？可以，为什么？性空的缘故，是不是性空的？无有定法的了。啊，释迦菩萨是蒙燃灯佛来受记。那么燃灯佛在行菩萨道的时候，第二道二僧祇劫满的时候，是不是要蒙上一个佛陀来为他受记啊？一样的受记方式吗？不一样，各有因缘。是不是各有因缘呐？所以所谓的蒙佛受记是有蒙佛受记的什么现象，但是这种现象是不是也会缘生而缘灭啊？是不是还是合乎缘起法？合不合乎缘起法？合乎哦，也得要释迦菩萨已经修到怎样具身我执解除了，哦，也要在那个状况哈，正好燃灯佛来到那个地方啊，那么他。而怎样因缘和合而生，之后是不是也会因缘和离散而灭啊？是不是还是性空的？不是哈，所以叫做无有定法，是不是无有定法？虽然这件事情早就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它的影响是不是也影响到现在啊？会不会？会啊，比方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是不是也对我们有所启发啊？哎，所以将来哈，比方弥勒菩萨。啊，弥勒菩萨将来也会成佛，到他第二道二僧祇劫满的时候也一样哦，会蒙佛受记。哎，这个也很像学位上的那个过程一样啊，对吧？哦，我们学到什么程度啊？这个毕业证书，对不对？啊，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不是都有可能都会有受证啊？但是受证的方式一样吗？啊，不完全一样。对不对？每一个人的这个过程啊，有的地方、有的学校有受证的仪式，有的地方没有，是不是？有些团体啊，做到什么样程度，是不是为了鼓励菩萨也会有所受证啊？啊，那是不是都各有因缘？有的地方有受证，有的地方没受证，啊，那都是不是都不一样？为什么？性空的缘故，是不是因为性空？虽然有受证的这样子的一个现象的发生，但是它也是怎样缘生缘灭，它还是合乎什么？性空的法则啊，所以叫做实无所得，于法实无所得啊，于法实无所得的哦啊，所以这个是不是也还是透过什么？透过波瑞啊，也就是波瑞道，是不是要透过缘起性空的思考的模式来想啊？不然的话，我们就很容易着在那个什么现象上面啊。好，所以一旦得无生忍啊。这个无生法忍的话，都会有无生法忍的什么现象的发生，但是它是不是还是性空的？啊，还是性空啊，所以接下来呢，那么就要做什么严禁佛土的工作了啊。所以在66页，释迦牟尼佛又问须菩提说：“于意云何？啊，菩萨庄严佛土否啊？啊，因为已经是蒙佛受记的大菩萨了。”那么所要做的就是什么庄严佛土的事情了，啊，那么须菩提就回答：不也，世尊，啊，为什么讲不也，世尊呢？法性，性空，是不是？啊，针对法性来讲，在法相上是不是有庄严佛土的现象啊？有哦，只是庄严佛土的现象是不是各有不同啊？啊，各有不同，啊，就像。各位说，这个想要听经闻法就来这边啊。有的人讲我听不懂没关系，我也庄严佛土，是不是？啊，庄严道场嘛，是不是？
也是一种庄严道场，所以庄严道场是不是也各有因缘啊？无有定法，不是一定要怎样才叫做庄严道场嘛？是不是？有时候我们说，这个办活动啊，厕所很容易脏掉，我赶快去扫厕所，这是不是也是一种庄严道场啊？也是，那更是大菩萨，对不对？大家都不喜欢去，不得已才去，对吧？就算脏一点哈，忍一忍就过去了。要到时候我发心去把它弄干净，让大家能够上得很舒服，是不是也是庄严道场啊？也是哦。所以我们说庄严道场是不是无有定法？其实是无有定法的，这样知道吧？哈，所以这一部也是说讲的就是性空的缘故，是不是无有定法？只要我们发心想到的是更多的众生。服务众生是不是就是在庄严道场啊？就是在这样庄严佛土嘛。就是在庄严佛土哦。所以何以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所谓的庄严佛土者，则非庄严，是名庄严，有没有？庄严佛土是不是也得要有？也是透过缘起法，看到缘生的什么现象，之后是不是会缘灭？扫厕所也不是永远扫不完的，是不是？扫扫扫也要扫到。等到时间过了，活动结束了，想要扫也没得扫嘞，是不是？因为已经怎样缘灭了嘛，对不对？已经缘灭了，所以会缘生，自然也会怎样缘灭？为什么？因为性空的缘故。所以说，则非庄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用去执着庄严一定要是什么现象才叫做庄严。我们是不是要随缘而尽分？其实就是随缘而尽分而已嘛。所以也不止扫扫厕所，外面脏啊乱啊什么的，我们随手去整理一下啦，这些是不是也都是都是一份的庄严啊？那这种庄严其实一方面也庄严到我们的内心呢、因为我们发了这份善心善念，这样子的一个善因种子呢，其实也会种到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里头去。所以呢，所谓的庄严，它是性空的，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怎样来实践。只不过呢，名称叫做什么庄严而已，对不对？这个是不是缘起性空到什么为名啊？所以我们说般若系又叫做性空为名系，是不是性空为名系啊？所以我们说这些名相不过只是什么工具了。是不是只是工具啊？只不过是工具，而我看我们怎么去善于利用运用啊。我们要善用文字啊，名相这些呢，都是让我们有机会去吸收到接受到什么佛陀教导我们的一些思想理念嘛，是不是那接受到的时候呢，也看我们自己能不能运用到改善自己内心的世界因为我们难免因为有无始劫以来的什么杂染的这个习气透过菩萨道往往就在对治我们的什么杂染，唯有透过行菩萨道才能够对治杂染，改善杂染。那如果治疗汉呢，他是用扶助的方式用定境去扶但是也要会也要有会的能力用定境去扶助他，所以也各有不同哦也各有不同所以呢，所谓的庄严佛土它无有定法所以呢，其实我们说透过般若是不是也能够体会所有一切法是不是无有定法那么也就是说，常常比方我们常常被问到说师父师父，这个插香一定要用右手还是用左手我最怕是碰到这种问题，我说无有定法呢一般习惯用右手，左撇子习惯用左手，对吧？所以希望说，学了般若之后比较自在无碍，要如法就好，与法相应相契就好。那个仪那种怎么现象，真的不是那么重要的主要就是在启发我们的善心善念，而且希望我们能够转染成净，是不是？希望我们能够修福修慧嘛，这是不是大原则啊？而不一定在什么现象上，所以佛陀呢，
又继续的讲说，是故须菩提呀，好，诸菩萨摩诃萨，好，这已经是第三大王期劫以上的大菩萨，最后一个阶段的大菩萨了，对不对？啊，因为已经经过了什么明心菩提，啊，这是高标准的要求喽。啊，明心菩提以后的诸菩萨摩诃萨来说的话，应如是生清净的心。啊，到菩萨摩诃萨，他所生的心一定清净，因为已经没有什么第七意识的染着，第七意识的杂染是不是已经消除了？啊，已经彻底的怎样转染成净了？啊，所以他自然能够怎样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因无所住而生起心，是不是他自然而然不住相生心，对不对？啊，不住相生心，不住色声香味触法生心嘛。因无所住而怎样生起心啊？所以我们要不住相生心，才是究竟的庄严佛土啊。我们能够自在无碍，啊，以菩萨能够自在无碍，才能够让众生去体会到学佛之后是不是越来越自在无碍才对啊？啊，越有智慧的话呢，会越自在无碍。往往因为着相，所以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怎样受到束缚嘛。啊，当然我们在初学的时候难免，啊，要透过种种的礼节啊，先来收摄我们的身心，啊。那这个都还是初学，透过佛法啊，透过佛法的智慧，尤其深入到法性空慧的这个部分，那么也就是在辅助我们能够行菩萨道。因为菩萨是不是要面对千变万化的众生啊？那如何的来度化众生，是不是无有定法啊？啊，因为因缘法是不是相应的，我们要去随顺众生，是不是才有机会度化众生啊？如果我们不去随顺众生，那众生就跟我们再见拜拜，根本啊，离我们远去嘛，是不是？啊，如果我们不懂得众生，不去顺应众生的话，菩萨怎么度得到众生啊？对吧？啊，所以有一句话不就讲啊，欲以利钩牵而后入佛智，有没有？啊，先要去顺应众生的根基，之后才有机会让他入门。入门之后呢，才慢慢的，啊，希望能够去，理解到、学习到，乃至实践到什么更深的什么佛法。啊，这些佛法都拿来做什么修行的指南呢、啊？对不对？啊，所以呢，透过波瑞才可能自在无碍、千变万化，为了怎样度化众生嘛。对不对？六度万恒是不是以般若为导啊？哦，还是以般若为导哈、啊？所以庄严佛土的本身是不是也无有定法？它还是充满了什么性空的理念啊？实践啊，之后呢，也才能够成什么法性身、啊、好，所以佛陀哈、啊、继续的讲哈、啊，在七十页啊，佛陀就说：“须菩提哈、啊，譬如有人啊，身如须弥山王。”如果有一个人呢，啊，他的身非常非常的大，哦、啊，大到如同什么须弥山王，啊，须弥山对佛教来讲的话，啊，它会是一个世界的主轴，啊，这个山呢是非常的这个耸入云霄的，啊，会是啊一个等于是一个世界的主轴了、啊，啊，所以那个须弥山。本身是非常庞大的啊，何况又是须弥山王啊，所以可以想象呢，那个现象上是不是非常的庞大啊？所以佛陀就问说：“疑云何？你认为如何呢？”一讲到须弥山王啊，那么这个身为大否啊？这样子的身是不是非常的大啊？那须菩提呢就回答说：“甚大，世尊啊！哦，确实，哦，这个实在太大太大了。”啊，那为什么说它大？啊，佛说非身是名大身，有没有？啊，这个是在讲什么？一下子就讲到非身，就是在讲这个身它怎样性空，对不对？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大身？我们的身是不是小小的身啊？凡夫众生是不是都小小的身？为什么小身呢？因为心量小，管辖范围小，
对吧？心量大，是不是管辖的范围就大？啊，说慈济它管辖的范围够不够大？太大，根本无限无量哎。哦，那是不是大声啊？那个真的是大声，那个大声透过什么？透过性空来扩展的嘛，对不对？它不过只是什么名称，叫做大声，啊，叫做大声而已。但是必然一定要透过什么？透过性空，啊，是透过性空来的，才能够大，对不对？从小小的，慢慢的扩大，扩大，扩大。啊，所及的范围及到什么样的程度，它影响到什么程度，协助众生协助到什么程度嘛，对不对？啊，所以常讲说，过去有的人啊会觉得说，菩萨哪有千手千眼都不大相信，很难去想象啊。但是我们说啊，光一个慈济，我们说它根本不止千手千眼呢、啊，是不是？无量手无量眼呢、欸？啊，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世界，是不是？所以哪里有灾难，慈济最早到，啊，这点实在我觉得非常的敬佩，啊，实在不简单了，啊，所以那个是不是大声啊？就是大声，啊，所以这个都是众缘怎样合合出来的，啊，也是众缘合合出来的啊，啊，所以这个也就是举什么菩萨为证的正说的部分。啊，所以呢，这个也就成就了什么菩萨的法性身，是不是就从点点滴滴去协助众生当中来扩大我们的身呢、啊？扩大我们的量，啊，所以，举菩萨在无为上啊，他首先就是怎样证无生法忍，得无生法忍，对不对？啊，然后要庄严佛土，成熟众生啊，那么同时其实也成就了什么菩萨本身的什么？法身，啊、嗯，所以我们说成佛是不是要透过菩萨道不断不断的扩大，啊、嗯，而成就，而成就了圆满的什么佛陀，啊，好，那么正说完毕啊，教德，啊，都要去比较什么德恨啊，功德到什么样程度，所以佛陀就告诉须菩提讲啊，他说如果如同。恒河中所有沙数，恒河中的沙是不是数不尽呢、啊？啊，而且呢，如是沙等恒河，也就是说每一颗沙就如同一条恒河。哇，那是不是无数无量再乘以无数无量啊？啊，那么于意云何？啊，你们觉得意下如何？是诸恒河沙宁为多否啊？哦，这样子的恒河沙是不是数不尽的？每一颗沙都如同一条恒河，每一条恒河都是什么？都是无数无量的沙，对不对？无量无数倍再乘以无量无数倍，是不是更是无量无数啊？所以多到无法怎样去计算的，啊、所以须菩提就回答说：“哦，甚多，世尊啊，但诸恒河尚多无数，何况其沙啊？哦，光是用恒河沙来。”讲说到底有多少的恒河啊？每一颗沙如同一条恒河，光是那恒河沙的那个恒河的那个数量都已经没办法去数，更何况每一条恒河里面的所有的沙，对不对？啊，实在数不尽的。那么佛陀就告诉须菩提说：“我今实言告汝啊，啊，我现在呢，啊，老实的告诉你们，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宝满所恒河沙数三千大千世界，亦用布施得福多否啊？好、啊，就用七宝，而且这个七宝大到什么呢？如同刚才所说，那么多数量的三千大千世界，我们刚才讲，光是满三千大千世界已经不得了了，是不是？已经非常的大，都已经有十亿的世界，十亿的小世界，更何况是？无量无数倍的无量无数倍的三千大千世界，对吧？哦，那实在更是不可数，而且那个是充满了七宝，把这些七宝拿来布施，啊、哦，那布施我们说一文舍出万文收，哎，功德是不是又不知道多少倍啊？啊、哦，所以这个实在是无法去计算的，啊、哦，所以呢，如此呢，那么得福多否啊？这样子福报是不是多得不得了啊？须菩提说：“哦，实在甚多甚多
啊，世尊，佛陀就告诉须菩提说，啊，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四句偈等，为他人说，有没有？我们的七宝没多到那个程度，但是我们一直讲我们有法宝，啊，我们有法宝，啊，什么样的法宝呢？就是在这部《金刚经》里头，啊，我们能够受持乃至只是记得其中的四句偈来为他人说的功德呢，啊，所得的福德，而此福德胜前福德，哎，我们的福德呢，啊，是可以比刚才所形容的那个，我们前面形容的是不是都还是从现象上来想啊？啊，我们比较容易从现象上，啊，恒河是不是开始有恒河的样子？啊，恒河沙，无数无量，每一条恒，每一颗恒河的沙，都还是一条恒河的，所有一切沙，那不得了了，对不对？我们是不是一直从象，啊，从法相来怎样？想象比较好思考，都我们都会觉得哦，实在不可思议，啊，是无量无边的，啊，那种福德多到实在无法去怎样计算。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受持这部经，而且只是其中四句偈来为他人说的那个福德，都还比刚才讲的福德更多哎，哦，更多。所以这点是不是我们比较做得到的？只要我们愿意。啊，而且要认识的正确，啊，好，所以呢，佛陀就说：“复次，须菩提啊，只要随说，啊，这个也是随缘尽分呐，也不是我们想说就有的说啊，是不是要随缘，也要有那个因缘啊，因缘法是不是互动出来的，不是单独的，啊，不是我想说就有的说，它不会是独存的，也不会是不变的，也没有办法主宰，对不对？啊，所以要随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啊，也得要碰上这样的因缘呢，啊，来说来宣说这部经，或者是其中的四句偈来讲的话，当至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因供养如佛塔庙啊，那么就要知道呢，这个地方的所有一切有形无形的众生，啊。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有没有？我们现在只看到人啊，是不是还有天道的众生过往的什么神奇啊？还有呢，阿修罗等啊，无形间的这些啊有情众生，那么都应供养如佛塔庙哎，啊，因为有法宝的存在，就如同佛宝存在啊。那佛宝，我们说佛陀。涅槃以后呢，就用什么塔庙来代表佛陀的存在，啊，那么也表示说，只要有这部经典的存在，就如同什么佛塔的存在，佛塔的存在就代表了什么佛陀的存在，只要有这样子的，在宣说这部经跟四句偈来讲，都有这么大的一个功德福德，更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啊，让这样子的福报因缘还可以不断的延续，因为在宣说这部经或者四句偈，是不是也会缘生缘灭啊？啊，都还算是短暂的时间，但是呢，我们说所谓的短暂时间，它也不是绝对的。那么我们各位是不是，如果我们透过发心，是不是回去受持，那这个是不是不断的延续啊？哎，这个是不是也就是性空去打破了这个现象啊？哦，不是只有在这边3天3夜而已啊。这个是不是会不断的延续啊？不断的延续，而且还不止各位自己本身可以这样，你还可以怎样？是不是还可以为别人说啊？这个很像传灯一样啊，光是一盏灯，点给第二个人，点给第三个，一直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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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把这种佛法的光明不断的怎样点燃，不断的扩散，这个是不是打破了界限呢？哎，打破了什么局限性？哦，打破了局限性哦，尽能受持读诵有没有？尽可能的变成我每天的功课，不仅受持1年、10年、几十年，甚至发愿我尽行受，只要我有生命的存在，我都愿意如是的来诵持。那这时间是不是非常的长啊？那甚至还不止我尽行受有生命的这一世。是不是就有机会再延续到下一辈子去？哦，这是不是可以无限的怎么样延续的？
把这样子的因缘呢，不断的怎样扩展出去啊？那么这样子的福德那实在是更是无可计算的哈，无可这种思量的啊。所以呢，佛陀就告诉须菩提说：“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啊，这个在世间法里头是极为难得可贵的。”为什么呢？因为它属于出世法，不仅属于是出世法，所以我们说世间法里头，不管再怎么好用，都还只是有一口气在还好用，有呼吸在还能用啊。当呼吸不在的时候，是不是就无法用啊？但是我们若能够受持这部经典的话，不止我们这辈子能用，我们下辈子还能够用。它已经超出了什么？世间法。所以算是世间里面的什么第一稀有难得之法，是可以释出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解脱的很重要的什么来源，而且呢，不止让求解脱者有机会解脱，行菩萨道是不是还可以怎样释出释入而无碍，六度万恒当中的什么般若为道嘛，是不是？所以若是经典所在之处，则为有佛若尊重弟子啊。所以只要有这部经在经典所在的地方，就如同有什么有佛宝的存在，乃至有僧宝的存在。因为这部经典本身是不是就是法宝？就如同怎样三宝具足，三宝具足啊。所以我们说，在世间法里头。三宝具足是非常稀有、难得、可贵的哦，三宝的存在并不是三宝想存在就存在的，是不是也得要众生觉得需要？众生认为需要护持三宝，三宝可以怎样得以比较延长？但是如果众生不觉得三宝的重要性，众生舍弃了三宝，三宝能够独立存在吗？没有办法的。就无法存在，所以我们平常说啊，我们尊重三宝，但是我们能不能说无三宝啊？我们能不能说这个时代无三宝？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三宝的相？为什么有三宝的相？是不是要众缘和合？你要众缘和合，才三宝的相，是不是才得以存在？所以佛法也讲哦，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是不是？其实也无有定法。如果众生需要的话，还不止一万年可以延长。但是众生不需要，是不是根本不到一万年也会怎样，也会消失掉？那么我们说无三宝是什么意思？三宝是性空的，直接用无，是不是？也就是说，这个三宝是需要护持的，对不对？需要怎样众缘和合的我们实在也没有办法说一定这个阻止三宝的缘灭，但是我们起码延续什么三宝的原生啊，是不是？让三宝的持续性能够更长久一些，所以呢，我们说只要有这部法宝在的话，就如同三宝都具足一般，所以呢，在73页倒数第四行，这里也讲到佛陀在世的时候，三宝以什么？以佛陀为主嘛，是不是？因为佛陀在世。但是呢，我们说佛为法本，法从佛出，是因为透过佛陀才有机会介绍法。佛陀也是成佛之后才能够理解这个尽虚空遍法界宇宙人生间的什么真理法则，不仅知道真理法则，而且呢也验证了尽虚空遍法界的所有的什么真理的现象。所以由佛陀来宣说佛法，所以我们说佛为法本，有没有？法由佛，法从佛出，法是不是由佛陀的这个口中不断的宣说出来？才能够流传到现在所以，先有佛，而后有法，然后呢，再依法来，才有依法去修行的什么僧伽，
佛法僧三宝嘛，哈，啊，等到佛陀灭啊，这个入灭以后，声闻佛教时代呢，三宝会以什么？以僧伽为中心，以佛弟子僧团为中心，啊，因为有僧是不是就有法？啊，那么就会有法身慧命的什么存在？啊，而且呢，有僧宝的话，那么就会各处有什么塔庙的建立。啊，有塔庙的建立，但是如果到了大乘佛教的时期，那么三宝已经转移为什么正法为中心，啊，这个是各时代的时节因缘。佛陀在世的时候，三宝以什么以佛宝为主，对不对？啊，声闻法也就是大乘佛教兴起之前的佛法时期，以什么以僧团为主，僧伽为主，啊，等到我们现在大乘佛教以后呢，就以什么？法宝为主啊，正法为主啊，只要有佛宝在的时候，就等于啊有佛也有什么僧宝啊。那么般若为法本啊，好吧，般若是不是大乘佛法的最核心的部分呢？啊，所以呢，像《心经》《金刚经》这些都是流传甚广的经典啊，都充满了。如何的去行菩萨道到成就成佛的这个过程嘛，对不对？所以般若经典啊，我们说是产生出佛宝的一个最重要的经典哈，啊。所以要能够受持金刚经的话，就等于啊佛宝在世一样，啊，也等于怎样僧团也在世啊，也住世，就等于具足了三宝，让佛法能够长存于世间呢。啊，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说啊能够受持这部经典乃至四句偈等为他人说的这个福德是那么样子的不可思量啊，就因为这部经典，只要这部经典在，是不是就宛如三宝的存在一般啊，照亮世间光明啊，啊，那么培就说来培养了多少人的法身慧命，来造就多少的菩萨道恨者，对不对啊？那么能够行菩萨道，是不是也才能够成就未来佛啊？哎，也等于造就未来的佛陀一样嘛。哦，所以功德呢是无法称量的。好，那么以上啊属于教德的部分啊，接下来呢就是劝发奉持啊，74页。那么也就还在我们的什么科判表里面的般若道，有没有？我们现在等于是在讲般若道的什么，从发心菩提、福心菩提到明心菩提啊，之后呢劝发奉持，第二个部分，对不对？因为我们说要读这些经典呢，无非就是化为我们修行的一部分，从闻所成慧而思所成慧到什么修所成慧。啊，跟我们的修行要能够结合在一起啊，所以在劝发奉持的部分，那么侍奉形象到底要怎样奉行啊的现象是怎么样啊，然后呢再来劝奉持的功德啊，奉持有奉持的功德啊，所以首先先由佛陀来开示如何的来奉持啊，奉持有什么样子的形象啊。好，那么由须菩提来请法啊，所以尔时须菩提呢就对佛陀请法了啊，说世尊，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好，佛陀呢这个应机啊来请法，讲之后，其实会讲出一个主题来啊。为了要收拾这个主题，往往呢就会去怎样问说啊，那我们谈论的这个部分应该怎么样子来讲它的主题？我们的经题是不是它就是一个画龙点睛的那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啊？因为在当时候不是说啊，我为了讲金刚经所以来讲这样，当时候根本没有金刚经的出现，而是先请法，是不是？请法之后再来定什么题目，因为就所谈论的这些法给他一个主题，回头给一个主题，因为有这个主题我们是不是比较不容易忘记啊，起码想到那个主题，然后才去想到哦，当时候在谈论的是什么啊？尤其我们说佛陀那个时代，其实并没有笔录，也没录音呢，哈，也没有把它写成书，哎，都是以口传口，哎，啊，所以呢，要请教这个
精明啊，所以我们说一旦到精明来讲的话，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能够收摄的啊的一个主题的思想啊。所以呢，还是由须菩提长者来请法啊，说当何名此经，我等云何奉持啊？啊，因为也要有个精明比较能够怎样奉持啊。那么佛陀就回答啊，那在这个答的里头呢，就包括了正说啊，正说跟什么教德啊。那正说里头呢，分了三个部分，叫做化法离言、化处非实跟什么化主相，有没有？是不是都无啊？为什么都无？都在明什么法性空慧的部分，是不是都在讲性空啊？啊，虽然前面用了很多语言文字，但是还要化法离言啊，不能执着在这些文字，是不是要进入观照啊？透过文字般若而进入观照般若，才可能有什么实相般若的现前嘛？啊，那么是不是有谈论佛法的那个场所啊？对不对？但是那个场所它并不是时有不变的，对不对？在社会国奇树集孤独园，我们现在如果回头再去朝圣的时候，那个说法的现象是不是都已经圆灭了？啊，其实已经圆灭了，但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能够受用到？就因为法宝的流传呢、啊，对吧？所以那个地方是不是无实的？所谓的无实就是它不会不变，是不是随时都在变？它也会圆灭，但是圆灭不表示这个法就没有哦。它是不是又在别处又升起啊？啊，比方我们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哦又众缘和合而生？啊，等于再回头 review 那个现象跟场景嘛，是不是？虽然因缘不完全一样，但是起码思想，啊，理念是不是，有点像影像教，像影子，不完全是，但是我们说文字本身也是影像教，啊，也是好像有那个现象来让我们有学习的一个什么根据嘛，哈、啊，所以化处非实，而且呢化主相，是不是还是有？当时候有说法的主就是佛陀，但是佛陀以色身来讲的话，是不是已经也入灭了？啊，所以啊，不管由谁来说法，其实都还是什么那个相，是不是都会缘生而缘灭啊？这也是必然的哈。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先讲化法离言啊，佛陀就告诉须菩提说：“是经呢，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啊，已经开始给了什么名称啊，也就是说讲的是般若的主题，般若本身帮助我们从有灾厄的此岸到达无灾厄的彼岸嘛，对不对？从有生死束缚的此岸到达无生死束缚的什么彼岸，这些都要透过般若来怎样波罗蜜来完成啊。而且呢，这个般若本身就如同金刚宝石一般的什么坚强明净快力啊，足以呢来摧毁我们的什么执着啊，来摧毁我们的分别我执、分别法执啊，乃至更深层的摧毁我们的什么俱生我执、俱生法执。总说就是什么自信妄执，有没有去破啊？破除，那么以是名字，汝当奉持。啊，就是这样子的名称，知道波瑞的那个可贵，就像利刃一般，在斩断我们的什么烦恼、执着、痛苦、灾厄，是不是？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所以折合须菩提，佛说波瑞波罗蜜，则非波瑞波罗蜜，有没有？啊，能够透过波瑞来波罗蜜，是不是也要缘起啊？它会缘生，也会缘灭，只是我们不知道能维持多久而已啊。啊，各有各维持的什么时间的长短，是不是不完全一样啊？听一听，有时候很明白，听听又不大明白，回去想想，哎，不一定很明白，哎，但是又想，又明白起来了。为什么？因为性空的缘故，则非般若波罗蜜啊。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哦，我学到般若波罗蜜，就以为我拿了一个法宝，好像拿了一颗金刚钻石回家了。就算金刚钻石，它是不是还是会有圆灭的时候？只是要时间比较长而已啊！
哦，那我们现在刚开始初学的般若波罗蜜，说实在还非常的不稳定。哦，那但是这种不稳定，所谓的逐渐稳定，是不是也要从不稳定开始啊？啊，很像那个什么，我们说这个母亲怀孕，刚开始的胎儿是不是，哦，像露水一般，像什么什么，很容易流产的，对不对？慢慢慢慢，它越来越怎样安顿啊？然后能够成型，才能够出胎，是不是？啊，才不至于流产嘛。啊，所以这个过程也是哦，也是要如同去保护这一点一滴的啊。所以呢，般若波罗蜜它还是缘起的，并且还是怎样性空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就说：“须菩提，于意云何？如来有所说法否啊？如来有没有在说法啊？有说法的现象哦。但是须菩提就回答说：世尊，如来无所说啊。我们这位吓一跳，现在不会吓了吧？”啊，不是讲没有说法的现象，而是说有所说法的现象，只是说法它是不是性空的，还是性空的？为什么叫性空？因为每个人所感受到的法是不是都不一样啊？佛以一眼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嘛，是不是？因为性空的缘故，所以说如来无所说，是在讲性空哦，不是在讲现象不存在啊。好，阿弥陀佛。